那小肉软，看。看小肉爪，看见没？看小肉爪，看见没？发牛干不干嘛？发牛，啊，发牛笨。老冷了，穿羽绒服都不好使，现在都。拿走半条就带羽绒服去的。冻脸冻耳朵，可冷了，一下车就感觉，走的时候他告我，他拿大棉袄，我说拿它干啥？他说冷，我说现在我就穿这来，再给你们看一眼，两个小爪垫，看好，所见即所得。主播这手机调不了。美颜调不了滤镜，给你们看的全是正常情况下的小猫咪啊。一个黑爪垫儿，两个黑爪垫儿，三个黑爪垫儿，别动别动，然后四个黑爪垫儿，所见即所得，全是黑的吗？刚刚给你看了，你看见没？那个飞吧燕鱼，看着没？是不是全是黑的小爪垫儿？小爪缝是白的，垫是黑的啊！看那小爪垫儿，看。想走，黑的啊，幺二，物有所值的猫啊，幺二爪子是爪子爪垫和爪子是黑的，但是爪子毛是白的啊，看，能看见不？小爪毛是白的啊，幺幺是爪垫都是黑的，爪毛是黄的。不行，明天吃。也行。你嗯，躺着睡一会儿。